希望呢，这个有梦的梦田可以带领各位呢走向更多的未来。老师啊，耶稣的爱，他用无私、无与无私的心情来传递出来，透过教育、透过文化、透过艺术。感谢今天所有傅老师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见面会，我们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，这不是结束，是一个对的结束。